我哭了，我哭了。咱们明天就要回去了，今天把这只鸭子拿出来炖起。那那一回去可能也要过年才回来喽。咱们喜欢吃这边的腌制的菜，我去给他买点带回去。今天买个花甲，那几个小娃儿喜欢吃花甲。昨天他说他想吃那个腌制的萝卜干，这萝卜干不错。咱买点猪肉给他带回去，这个猪肉看起来不错。他最喜欢吃的猪肉，最喜欢吃的萝卜干，再给他买好了。那是你三妹妹自己喂的鸭子，今天我们就来用她的鸭子来招待她。你吃的啥子啊？你在吃鸡蛋啊？今天这鸭子就交给我，她已经被家属处理了。鸭子带回来，那是自己养的鸭子，我们自己吃了，喜欢吃把韭菜炒干，炒成香锅儿。先生。你好，哥的表妹今天也来，你害羞不？害羞。你表妹来的慢哈儿，给小杨总介绍好吗？啊。倒入啤酒，再加一些清水。这鸭子要在高压锅里面要，这老鸭子肯定煮不好。这个花甲是小娃娃们吃，今天我就开个蒜泥花甲。你们四个互相认识下噻，哈哈、啊。你介绍一下喽。这是我两个表妹，这是我的表弟。先生，认识了不嘛？不害羞了吗？小杨总，今天终于变厚脸皮了。嘘，管好酒，再管口水的。终于不再弄口水了。你们四个不要打架哦。你是哥哥哈，你是老大，你就要照顾他们哟。嗯。看看有几个人阻止我了。鸭子也出锅了。你们尝尝看啊，尝尝看今天菜合味吧，嘿嘿嘿，怎么样？看看你二姨烧的好吃吧？好吃。叔，那鸭子给你烧起的那鸡，你看嘛，也给你烧起的。你三妹回来，又是杀鸡又是杀鸭，给你带起来。他那次回去也不能让他空手回去是吧？我们给他带点腊肉。这次你这个姐夫当得可以。姐在这睡了没？噔噔，你看嘛，他这个样子像睡的吗？看，三姨给买个小礼物啊！哎呀，你买这种书啊？你都是两个娃娃，要的那么大？这是三姨的一点心意哈，喜不喜欢，宝贝？你说喜欢，喜不喜欢？谢谢三姨。说，这下你回去过年才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嗯的。你不喜欢吃萝卜干，妈给你买点萝卜干，买点素的，买一头排骨，但是带回去，这是我的最爱耶。原来好大个出息，这一下子还哭的啊！哎，每次都是，不然真的多那个多伤感，每次回来我都不想回去。哎呀，不是过年回来，莫哭了，莫哭了。